得想办法吃饭呀。为儿子读书嘛，移民去美国呀，就这么简单呀。希望儿子能考个好的学校，到美国好的学校。2002年时候，想要进入美国好的学校，是吧？2002年，一家去的嘛，一家子。什么是我自己啊？我是我回来的，这个故事长了。我在美国待了11年不到一点。这个故事啊。您儿子现在还在美国吗？在美国。你们还有联系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我电话号码。他不知道我电话。住在哪里？住在公园里。下雨嘛住火车站，不下雨嘛那夏天嘛睡公园。现在通信那么方便，不可能不知道吧？应该说是知道，但问题是他想不想联系我？因为我没有主动联系他，懂吗？我没有主动联系他。你们之间是有什么不愉快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想不想跟他联系呢？我也没想联系，也没有不想联系，反正没想过这些问题。我现在需要想的问题是怎么去解决自己的户口和养老问题。你几个孩子？一个。你不想他吗？想他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想他有什么用？他现在在美国也应该成家立业了吧？毕竟2002年都去读书了。对。哎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拍出来能上那个 YouTube 吗？你拍的东西上过那个美国那个 YouTube 啊？我不确定，我没有这个账号。你没有这个账号。你是想让他看到是吗？哎，我没有那个账号，我不确定他能不能看到。能看到吗？最好的，是吧？你现在收入主要来源是什么？没有收入，捡瓶子就是收入。过年时候我弟弟给了几千块。你弟弟也在上海啊？您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？都在美国。弟弟都能联系到，儿子应该也知道啊。捡废品一天能挣多少钱啊？好的时候嘛20来块，不好时候嘛10几块。吃不吃馒头。您儿子是什么学历你知道吗？这个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这个就是为了他读书去的，就是学那个动漫设计嘛，游戏设计呀、啊，动漫设计。他在美国读的大学呀、啊，他在美国读了2年高中嘛。有点冒昧，你老婆呢？老婆啊，老婆呢是离婚，在美国离婚。老婆也在美国。对，在美国离婚。别说你今年多大了？正好70呀、啊，54年嘛。人家嫌我年纪大，现在住房人家年纪大的一般不肯，是吧？你以前的房子在上海哪个区呢？虹口区啊，杨浦区啊，都有啊。杨浦区嘛就在金华医院边上，虹口区嘛就在那个上海市监狱马路对过。哦，两套房子呢。嗯嗯。都卖掉了。